所以咧，我都實踐咗呢一個胸部自由，入手咗好多唔同嘅靚款 bra top， 真係好適合一啲 I 人比較怕醜啲嘅女仔啦。去旅行嘅時候啦，去船 P 啊，或者去海邊，都想 keep 住個妝係完整的話啦，佢嘅持久度同埋佢嘅防水度咧，都係十分之高。大家好，我是文希，欢迎回来我的 channel。 今集的主题就是夏天好物推介，上年都拍过类似的影片啦，反应都相当之热烈，所以今年我都决定要拍这条片给大家看。以下介绍的单品全部都是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觉得超级值得买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开始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季的天气好像特别热和焗，今个夏季我自己已经少穿了 bra 出街，当你穿 bra 的时候又紧又局促，所以我都实践了这个胸部自由，入手了很多不同的靓款 bra top。 好，首先看了第一件先，就是这个圈圈 bra top， 很喜欢它的细节位，中间是做了一个镂空的设计，看上去是有一种小小的性感，但 是完全不会觉得暴露，因为它是完全看不到事业线，吊带位置做了 V 位，令到你块面是更加瘦，它会是 show 到你最瘦的锁骨位。我喜欢他们的 bra top 是因为就算件衫浅色呢，它都不会说外露到它的胸垫出来。好，另外第二件就是这个啡色的心形领 bra top， 它胸部的位置呢它都是包得很好，穿上身之后呢，我的身材呢真的十分之好看，它中间是做了这个扭结的款式，令到个腰线呢再会提高，它这个 pad 呢不会做得很厚，当你做得很厚的时候，件衫就会很重很不舒服，还有这个胸型都不会很自然，它这个质地呢是很有弹性，令到你的胸部呢做到很自然的 push up。 如果你们是想展现身形的话，这件 bra top 都真的很值得大家入手，可以看看我身上这一件，我自己在个 IG Reels 那里都有给大家看一看，其实呢它都真的可以创造出不同的绑法，这个绿色我自己很喜欢，原来是令到我的肤色是这么显白，还有其他很多好靓嘅款式啦，有呢啲蝴蝶结，咁系比较斯文啲啦，又可以翻工着，出街着又得啦。仲有入手咗一啲西装料嘅 bra top， 佢个质感咧都会再 grand 啲。自己呢一件咧系成日都会着，呢一个位置咧亦都系会令到我成个胸型咧展现得十分之好睇。加上今季咧系好流行呢一啲心型嘅腰围，做咗尖端的话啦，你着上去条腰咧都会系更加显瘦。呢啲款咧真系着完一次之后呢，你都会好想爆食。我都仲有入手呢个平口嘅款，下身呢你係可以衬一啲西装裤啊，或者 casual 啲衬返啲牛仔料嘅单品。呢啲 bra top 呢都係百零蚊，就係200蚊都唔使，佢係多买多平囉。所以大家呢都可以去返佢 IG shop， 就可以去我朋友呢间店啦，睇一睇有啲咩款式係啱。我真係忍唔住手入手咗超多 bra top。 当然夏天呢唔少得大家都会去沙滩啊或者海边，然后会穿 bikini， 就算不穿 bikini 呢，平时夏天都会穿一些吊带背心啊或者短裤短裙。大过了贪靓的时候呢，就已经很着重处理毛发这个问题。本身呢自己的毛量呢是十分之多啦，是一个毛鞋。follow 开我的话啦，都知道我呢其实已经处理了大部分的毛发。加上之前呢我都出了一条片关于脱毛，都试用过很多不同的方法。但无奈的就是现在其实市面上是没有一个脱毛呢是可以完完全全 100% 打走晒啲毛，所以有时候呢身上都会仲有一啲好幼好幼嘅毛毛出现，都会 keep 住做呢一个脱毛保养。到今个夏天呢，我就决定咗入手一部脱毛仪放喺门口。始终呢我都会去旅行啦，一去呢可能就几日或者十几日，好难会夹到时间去做一个脱毛嘅保养。好多人都介绍 Ulike 嘅家用脱毛仪，都仲有韩国全自然代言过，所以我咧都想试下佢系咪真系咁有效咯。我手上呢一部咧就系 Ulike 最新款嘅 Air 10，俾大家睇一睇。我用咗一个月嘅前后对比先 ，keep 住每个星期用2至3次，其实两个星期之后咧都好明显见到个效果分别。今次升级版有 28G 超大能量啦，咁所以同一个位咧都可以好明显见到少咗好多毛毛。这个最新款脱毛仪用咗
咗双灯管做设计，可以做到一秒四闪，达到双倍效果添啊！一开始用佢嘅话啦，头一个月咧，我自己每个星期咧系会用三次，后第二个月咧，我每一个星期用两次，咁就已经可以见到啲毛毛咧，真系越散越慢。去到第二个月之后咧，大概半个月至一个月用一次就已经 OK 噶啦。我觉得呢一步咧真系好适合一啲 I 人唔想出街、比较怕丑啲嘅女仔啦，去旅行嘅时候啦，咁其实咧都可以用呢一部家用脱毛仪，咁喺屋企自己咧就已经可以打走晒啲毛毛，尤其是一啲比较私隐啲嘅部位啦 ，bikini 位的话，啲毛毛咧其实系最难清。而针对比较顽固毛毛嘅部位啦，咁佢哋采用咗最新软线脱毛技术 SHR， 比较特别嘅系佢仲有智能肤色识别，可以自动匹配翻最适合自己嘅能量，根据每个人嘅肤色去自动选择光嘅强度，真正嘅个人专属脱毛仪啊！大家要睇一睇佢嘅外形，佢系超级细部，咁比起之前嗰啲咧系更加易拎，加上佢系一个蓝宝石冰点头嘅设计。如果你同我一样好惊嗰种刺热感，就完全唔怕。佢咧系可以喺脱毛当中做到快速冷却，避免皮肤受到高温损伤，所以脱过一下咧有少少凉凉地，但系唔会有好痛嘅感觉。皮肤比较薄或者敏感嘅人都可以用到佢，都要同大家介绍佢嘅用法啦。咁佢嘅用法系超级简单，用之前先要剃咗啲毛毛，保持干爽，然后揿开机制，这个灯头咧就会起雾，证明佢系制冷状态啊。首先要戴上眼镜，然后有两个功能，第一种系直接打，第二种系揿住中间嗰粒掣，直至佢着灯，咁就可以变成连续打啦。连打毛另外咧系有四种模式噶，包括咗 fast、normal、high 同埋 SHR。fast 嘅模式就系用喺手面部等皮肤比较脆弱嘅呢啲位 ，normal 嘅模式就系可以用喺四肢、腋下、心口或者背脊等等。而 high 同埋 SHR， 如果之前有剃毛嘅坏习惯或者留咗黑点嘅情况，有啲比较坚硬强硬嘅毛毛就可以用呢一个毛啦。真系好推荐大家咧，一定要有一部脱毛仪放喺屋企，佢系有埋 SGS 国际安全认证同埋呢一个功效报告啦，所以安全方面咧可以绝对放心。大家可以用我呢个专属曲 ULIKETO 就可以即减$800，同埋可以做到一个买一送五嘅优惠，仲有呢一个15日免费试用。咁详情咧我都放翻喺 info box 入边啦，一阵睇完条片之后都要落翻去睇。好，咁一开始咧我都讲咗话今季咧我要做一个胸部自由嘅女生，有时候着有啲衫冇胸垫或者唔系 bra top 的话啦，咁其实咧我就会贴上呢个乳贴。上年夏季拍咗呢个好物推介咧，我都有介绍佢同一个品牌嘅 nude bra。我今季着嘅衫咧都唔需要露到事业线啦，亦都唔需要谷胸，咁所以咧我都已经摆脱咗呢个 nude bra， 然后就转咗贴呢个乳贴。咁当然我唔会 show 俾大家睇我已经用过嘅乳贴啦，咁所以呢一盒咧系新嘅。咁我觉得呢一个品牌都系贴得好实净，好中意佢呢个质地啊！因为本身之前买过一啲好平偏向胶纸搣落嚟的话啦，其实真系好痛，但系呢一个质地咧系完全唔会咯，你搣落嚟咧都会系觉得好舒适。佢呢个质地咧系直胶质地啦，形成咗一个好似半隐形嘅状态，可以见到佢呢啲边位咧都系好 smooth。因为如果你个乳贴贴咗上去之后，上边咧系有啲气泡或者有啲折痕的话啦，咁你着贴新衫咧，你就会见到你个乳云上边咧，咦？点解好似有啲好奇怪嘅形状？加上我都已经实测过，本身我系一个好大汗嘅人士啦，一出到街十秒我就已经出晒汁，我贴成日啦，咁其实佢咧都系好稳阵咯。所以大家想揾乳贴的话啦，咁就可以揾呢一个品牌。好，咁另外夏天唔少得就系 bikini， 夏天咧拣翻一啲比较鲜艳啲颜色嘅 bikini 咧，影相都会出啲啦，个心情都好似更加开心。呢两款嘅 bikini 咧都系喺 Aerie 度入手，着上去之后咧都会呈现到好自然嘅胸型，好有欧美风嘅感觉。本身咧自己都有入手一啲好似 Airspace 比较澎湃啲，做到一个承托力十分之好嘅 bikini， 但系相比之下着上去个感觉真系冇呢一啲款更加自然欧美。一个咧就系做咗荧光粉红加白色，咁之前都着过呢
呢套去沙灘影相啦，個效果咧都係好出同埋好靚。咁另外咧呢一個藍綠色嘅花花款比較少有，同埋呢啲顏色咧真係好適合喺海邊度影相。想入手一啲比較歐美風嘅 bikini 的話啦，都可以去翻 Airy 嘅門市睇下。好，咁當然夏天唔少得就係太陽眼鏡，入手咗 Dior 配咧，其實係男裝款，趁佢有折嘅時候買咧，係有六折，計翻都係2000多元。我都諗唔到男裝嘅太陽眼鏡都可以咁襯我。佢呢副眼鏡主要嘅色調咧係做咗灰色，同埋最緊要咧，我係好中意佢呢一個型，都會顯得塊面更加細，完全可以襯到我平時啲衫。加上屋企嘅太陽眼鏡咧，全部都係以黑色為主，我都唔想咁悶啊，所以見到呢一副眼鏡咧，我就即刻入手。出街好多汗喺你嘅額頭度嘅時候，你就可以當頭箍，就會比較清爽啲啦，同埋個造型感咧都會係加強咗好多。另外夏天唔少得就係用碎粉啦，咁其實 Katy Paul 呢個碎粉咧，我都已經用得七七八八，因為真係超級好用。加上咧我自己嘅肌膚咧，而家係成為咗呢個乾肌，所以咧我自己曾經用過唔少嘅品牌咧，都會好容易卡粉啦。但係咧佢呢一個碎粉用完之後咧，係完全冇呢一個問題，之後你嘅肌膚咧都會變得好幼滑，膚質咧都會睇上去超級好。另外佢個設計咧都好好啦，因為佢呢個粉撲下面咧係有一個蓋啦，然後先係一啲碎粉，都會係更加衞生。佢呢個碎粉嘅顏色係透明，任何膚色嘅人用啦，同埋佢唔會影響到你本身嘅底妝顏色。咁夏天咧當然唔少得就係呢啲防水嘅眼影棒，想去船 P 啊或者去海邊，亦都想 keep 住個妝係完整的話啦，佢嘅持久度同埋佢嘅防水度咧都係十分之高。本身佢咧係做咗一個香檳金嘅顏色，我覺得係好日常使用。通常咧會係先畫喺個眼尾度 blend 開佢，你都會感覺到你個眼睛咧係更加深邃。所以大家咧都可以試下呢支 Bobbi Brown 嘅防水眼影棒。另外夏天咧，大家平時可能都會搽好多防曬，皮膚上咧都會有好多死皮啊、角質層，成日都用磨砂，然後令到我啲肌膚咧變得白白滑滑。可以睇埋佢個質地先，佢下面嗰個磨砂粒子係比較粗少少，佢上面有一啲植物油，幫你肌膚做到一個保濕護膚嘅功能。我用佢嘅時候咧，我唔會洗得太徹底，因為佢嗰層油咧，你係可以等佢慢慢吸收。第二日起身嘅時候咧，你都會感覺到你啲膚質咧係更加柔軟、更加滑，會好似一個剝殼嘅雞蛋一樣，你個身體咧散發住一種好獨特、好香嘅香味。當然令到身體皮膚滑啲，除咗磨砂可以幫到手之外啦，咁其實啱啱提到呢一個脫毛儀咧，都真係幫到手。之前我都拍過一條關於脫毛嘅片啦，咁其實我都有講過，我用過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做脫毛，包括咗蜜蠟，用刮刀去刮走啲毛。其實用以上嘅方法咧，都會令到毛孔好容易閉塞啦，同埋咧越剃啲毛係越粗。俾個提示大家，最好咧真係用翻正統嘅激光脫毛啦，或者用翻呢啲家用脫毛儀就最好啦。咁就唔使擔心有一啲黑色嘅殘根或者有啲黑斑留低啦。咁其實呢部嘅脫毛儀嘅原理都係嚟自於美容院嘅脫毛技術，利用咗光能轉成熱能，再去吸收翻呢一個毛囊嘅黑色素。Regular 咁去用咧，都可以做到永久脫毛嘅效果。佢咧真係一個好好嘅保養工具。就算呢啲比較鬼鼠位嘅手指位置啦，比較細緻啲嘅腳趾位啦，咁其實咧都係完全可以用到。就算做咗永久脫毛啦，咁但係都仲有一啲比較幼嘅毛毛出現，用翻呢一個脫毛儀去消滅佢哋，咁就最啱啦。所以呢一個脫毛儀咧，真係再次要推介俾大家。好，咁另外咧就係 Jo Malone 嘅香水啦，我今季嘅夏天咧係最常用。睇埋佢嘅外形先啦，比起平時 Jo Malone 嘅包裝咧係更加活潑，睇上去咧嗰個感覺都係十分之夏天，正正俾佢呢個設計去吸引到，偏向比較花香，亦都有少少果味，入面係有呢個黃附桑花、玫瑰同埋百舍香，加添咗呢個青檸喺入面啦，所以咧我自己覺得聞上去嘅時候咧都係好 fresh、好舒服。
嘅感覺，好 match 夏天嘅氛圍。好，咁我就已經介紹曬所有夏日好物推薦，都係我近期最愛。好，咁最後尾咧都要提多次大家，如果大家咧對我介紹嘅 Ulite Air 10 Pro 呢一個脫毛儀係有興趣的話啦，都可以用翻我嘅優惠碼啦，咁就會平啲。好啦，我都唔講咁多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咧，要 like 呢條片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同埋如果真係有睇曬嘅話，可以留翻個紅色心心俾我喺個留言，希望大家都會 share 俾你啲朋友睇啦。好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